得尊重生命，这种品格多么高贵呀！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会得到如此神奇的福报啊！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安静。
Yeah.
鸟在夜色有时候，那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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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夜色有时候，
南无小灾延寿有时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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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小灾
那么小在银色有时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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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小在银色有时空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，话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
Thank you.